吃饭配酸梅汤。这里讲，你讲阿赖是以后变阿婆是如来藏，这个是第九。我们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问题我没有解答，是第八。所以他用如阿摩是诞成如来藏，有第九阿摩是，所以这个消失，啊、哦，再变成这个显现。这颗蒲公英就要死了，突然一阵水雾唤醒了他。原来不远处的草坪上正在喷水，而这正是他向往已久的甘泉。只因自己的脚下是一片干旱的土地，看着身边的兄弟姐妹一个个的被渴死，蒲公英害怕极了。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，于是做了这辈子最大胆的想法，他要拔出自己爬到对面去。很快身边所有的蒲公英全被渴死，下一个轮到自己了。蒲公英使出浑身解数，用枝叶紧紧缠绕着自己，终于把自己连根从地上拔了起来。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，可是为了梦想，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然而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。只见他刚把脚踩到滚烫的地面，炽热的温度顿时烫得他怀疑人生。蒲公英再次鼓足勇气，疯狂地朝着对面跑去。即使通往成功的道路崎岖而又漫长，为何不拼尽全力搏一把呢？留下一句苦尽甘来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度过眼前的难关，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蒲公英以为自己跑了很久很久，可回头来才发现自己只跑了一段路，甚至还没到路的一半。午后的太阳越来越火辣，蒲公英终于快坚持不住，精疲力尽的他摔倒在了地上，身上冒起了一阵滚烫的水蒸气，而他距离渴望的泉水只剩下一米的距离。蒲公英艰难地爬起身子，慢慢地向着梦想前进，一步两步，眼前已经出现了稀稀疏疏的水滴声。然而最终他还是没能到达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倒在了终点。可蒲公英在这时却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抬起自己的花瓣，将种子撒向了天空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不能到达终点，因为在拔出自己的那一刻就宣布了他的死亡。之所以拼掉老命的离草坪近一些，哪怕是半米，只为自己的孩子不会像他一样活在干旱的地方慢慢等死。不久，在那片绿油油的草坪里，一个个蒲公英开了出来，他们不用担心水文的问题，享受着生命带来的喜悦。而那朵在草坪旁倒下的蒲公英早已被风吹散在了天地间。这部动漫虽然仅有几分钟，却由迪士尼40位艺术家合作完成，它让我们知道即使身为一棵杂草，也会有自己伟大的梦想。